我也要一点稻草。一个稻草。谢谢。稻草，谢谢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想想看哦。他今天在开趴。那有人下载东西吗？有稻草可以上吗？嗯。要说张东西生日。我换一个。表示要来。我看一下。老平，你有在载东西吗？没有啊。他网络突然超标。对啊。这样的。凤感，真的是凤感。凤感哎。我要免费建造两个。网线吗？现在网线都可以。可是网络里的到只是。对，快嘛，快的是不是啊？对齐对不对？对。都换了。现在就是对齐的问题啊。地区又来啊！地区，地区又爆了，两个，达到了，也得一。有人说雷黑雨生日快乐，我也有事吗？哎、欸，黑雨，生日快乐！我帮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哦，黑雨，嘿，生日快乐！哎、欸，生日歌，哎、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六五五，在这一段。七，又是七，烦死了！你要偷谁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要先丢二四六。好，那我先丢。没有办法。一二七啊。那就三张稻草，一只羊，谢谢。那就这边吧。还不行，那你要偷骑士还是暴力？暴力可以。暴力可以。八，嗯？七啊，我要偷你。哦。可以吗？我东西最少有人偷我的。然后再哭黑人。不对啊，我没有石头，你偷我的石头就是目前最重要的资源嘞。又没关系。哦。他只是想偷。所以。等一下为什么是送？你确定吗？都一样吗？都一样。没关系。有桌游抽，抽给观众。好。偷给桌游的，对了，偷给桌游的。这游戏叫做卡坦岛。以上节目由，在这里，那两张稻草，你的稻草吗？两张稻草一个砖头，谢谢。可以偷的。没有啊，一个稻草一个。那这是两张从这边是大块的。对。谢谢。黑羽屁股很大。黑羽屁股很大。我想想看。小鹿说：“你稻草好多。”对，我稻草很多，我是稻草。你有没有想用稻草换什么东西？我想换一个木头，谢谢。木头。那你自己去换好了，你掉一个，等一下我再换，有吗？不是，那是刚刚开始。那个规则有说换东西一定要自己换一个换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嗯，你要跟人家换，或是他要跟你换，就是比方说我是港口的金人的话，然后要你的回，要我回的话。我是用哪一个？哪个是不是？我有一个羊，我忘记了。大家都两个草跟两个石头。镜头。嗯，对了。他们现在叫我
回。啊！啊！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在哪？是在这。是。这边还有一个木头。我可以拿两个石头，一个可以拿两个石头，然后红色的也可以。是哦，那我要升级我的城堡了。如果等一下打有人打电话来，直播会不会断掉？会啊，会是假的，会一定会啊。你要升级哪一个？我要升级，这对别人会有影响，都会打字，那只有对自己有影响。就是你这个可以拿一个，那你升级后可以拿两个。那我要升级他。有人说有截到你的图哎、欸，我帮他点个赞。然后拿来干嘛？我没有很霸气啊，我只有很奇葩。我拿一只羊，算了。那轮我了吗？嗯、等一下、喔，好，我顺便，我再盖一次城堡，我再盖一次塔。欸、黑羽的资源好少哦、喔。我顺便拿骑士移动盗贼，然后我要移动到。针对我就对了，你就是针对我就对了。你很奇怪，为什么每次骑士都要移到那边去？对啊，就是这么多东西、啊。不是他后面远，那个又正没有，我要因为凯洛排很多，我没有要移，没有，我是要移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到我移，没有，我在考虑。好、啊，这里好了。等一下就移到我移你啊，那完蛋了。对啊，你这个收着。哦，这烟可以用。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开始啊。抽成战争。累积战争可以。来。别忘了大爱了，因为我想的。你要来点，你要扣啊。扣没有啊，这不是扣啊，就是到时候我会骂他直接。哦，所以我不能抽你的。可以抽，可以抽吧。可以啊，可以抽，可以抽，可以抽。所以你要写，干什么啊？干什么、啊？好凶啊！好凶啊！对不起。干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生日哥很凶哎、欸。生日哥很凶、啊。生日哥好凶哦。生日哥不凶，今天就不是我生日。灌酒啦，灌酒啦。不要了，黑雨。哦，在这里。黑雨。好多。黑羽的礼物、欸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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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。那张不行，那张不行。哎呀，你要跟我换吗？我不要，不敢讲，我不会放那张手。你要换吗？我等下再跟你换。换他换，你要不要跟我换？我等下再跟你换。好。四四哦。所以我可以拿两个石头，对，可以拿两个石头。你可以拿三个石头，然后给我一个木头。哦，对，我可以拿三个石头。右手我拿到一个石头。欸、那我要用一木一砖，然后先建一个道路。对焦，十字花。然后我再拿两个稻草，然后换一个。没有，我妈混可乐。两个稻草换。也不是今天，也不是今天的。对，不是今天。如果今天喝，我今天喝过七十八的可乐。然后这样，我说这样子，你只要换加可乐，还是交易只能一次轮流？没有啊，就是你的。我要加两个。啊，能换几张就换几张。如何加可以加两个多？谁最缺氧？黑羽，黑羽你很缺氧。你很缺氧吗？不缺，不缺氧。哦，好吧。那我跟你换，我用这个跟你换可不可以？你要用哪个跟我换？这个砖头啊。好，你要跟我换什么？稻草。而且好，一张换一张。名字好酷，我就觉得伏特加。不要名牌。感觉就是伏特加的 up。不要，我看一下你砖头有几个。你说稻草吗？稻草。你是要公正公开吗？对啊，就想说要等下要洗牌。太多了，只有那个。对啊，只有两个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等你有三个我再给你。再三个，我缺你的砖。好大爱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我等你。哎，分数呢？我脸没有他们。现在你几分？啊？现在包你几分？你现在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一个乘一分，三个乘三分嘛。我现在一二三。啊，凯洛嘞？我现在一二三四四分。那欧嘞？因为他是蓝色。嗯，一二没有那个道路。站在台面上就是收三个。哦，是的。有点惨。现在你们有两个吗？没有，我三分，因为我有一个是。一二三。对，所以我不是最低的。你不是最低的。我虽然少，可是我质量高。你不是最低。哇！而且你哇。这样，那个。我要拿一张道具，对，好，没有生日蛋糕，有涂成这样，有生日蛋糕，只是他不能吃，我不能吃而已。那个我要用骑士，生日蛋糕是我的吗？对，有碎吗？没事，那就还好，好危险，还是放这好，还是放这好。所以马尼拉你不会玩，我放一个最马尼拉要伤害系列的东西好了。啊，对，黑羽，他叫你开 S， 黑羽，生日快乐。黑羽行吧，你还要打我？
过。他是一张骑士卡。这样子。你刚把骑士卡塞进去，好，我也是可以塞骑士卡。你刚才要抽我的，哇！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资源比较好，你有石头，你又有砖块。也是啊，对啊。那我搞一下，好好。可以不要攻击他。对啊，我唯一不想抽到的就是羊而已，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抽到羊，就是这样子。砖头，哦，屌，什么方向？可恶！我原本还以为我抽到石头，没想到抽到是特等奖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我的砖头，哎，太多了，砖头两道，谢谢。对，今天想说太多了，谢谢。对，我都没有抽到我自己的东西，有蛋糕啊，就是素食。不一定啊，说不定我可以吃蛋糕。谁赶快来甩个七？对啊，来个七。还是想不到什么？黑雨，你要搞我就趁现在。好，黑雨，你要甩到七，你就能搞到我。差一点，没有，刚刚想要七，两砖要想太两砖，一砖两道，谢谢。我可不可以再使用一次？不行。废话。然后，我有唱。可以，没唱的感觉。好难过。好难过。四，然后四的话，一个三个石头。我三个石头，然后一个木头。我有一个，谢谢。对啊，先投快没可以送我。快乐啊！好恐怖。然后我要先盖一个村，一个村庄，木砖草羊。嗯，好难找。凯洛，你家要不要跟我换？我先让我忙完。我羊哦，你现在羊比较少，你可以跟我换。等一下草很多，你要不要换？然后石头可以。我先用两张稻草，然后再换一个木头。这个不缺资源，他要不缺资源，而且这个可以换。要不要石头？我用两个稻草再换一颗石头。我可以给你换两颗，没事，闭嘴。我可以给你换两颗，没事。你可以直接跟商店换。换，可是不划算啊！我可以跟凯洛一张换一张啊。等一下，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吗？干一个东西，所以不代表说不能再升级，对不对？那我再升级一个。你可以不停换，不停干，只要你有资源。好。哦，真的、哦。然后我升级一个城市，然后升在这里，然后把它变成。哇，太恐怖了！哎呀，好恶心哦，他已经有分了。这是可以几张换几张？四张换一个。好，那我先四张同样的。哎，四张同样的。盖一个东西，所以说我有比较快的方法。看一下，像港口。刚好就是两个字。哦，你刚刚干嘛那么浪费啊？木砖草羊，那我再用木砖草羊盖一个城镇。凯洛，因为刚刚都是升级。你知道他这个超好的，就是凯洛暴击啊！凯洛这局第什么？对，好，然后没了，来六分了。我把只能选人家那个资源消耗好玩。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跟我换，直接一对一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这样你就占上风。不会啊！我不要，我就知道你缺牌。我拿到一样，谢谢。黑鱼跟黑鱼，这个神奇，有两只羊。嗯，我有。哎，这是八。刚刚想要多少？六只羊。没有，剩两只啊。嗯，刚刚想要八吗？对。那我这边还有两个草，哎，两个羊，那两羊是哪个？好，谢谢。搞什么？凶啊！对不起啦。对 ，so gay。对不起。我们两只羊给你换一个稻草。现在什么都缺，最不缺的是羊。可以，等一下是不是还会抽桌游？对，会。好好哦。对，说等一下他的牌会抽桌游。抽桌游是晚上啦。是晚上。等一下会送桌游，就是给一个。像节目有。恐龙包了呀！天哪，好开心。换谁？我在想，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，不做一点事情，等下赵哲就糟糕了。黑云，你到底变成哪一个？来一个刀路啊！哪一个是？两瓶都是我的，我都喝过了。啊，你都喝过了？哦，没有这一瓶。那这瓶是你的？对。所以你喝过就表示别人倒，所以不会中。还不会嘞。然后也不会死。黑云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嗨。哎，生日快乐！自己讲自己。要揍你！哎，我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要回观众，你不要揍我！你都不揍观众。你可以把那个关掉，懂吗？还是我把你边边一点啊？我想吹，因为他有开冷气。哦，有开冷气，你开冷气才要吹电风扇呢，这样比较舒缓。好，那你把它移旁边一点。我要，因为怕他会这样子吹到这里。主要是他吹到这里，那我把它移旁边好。过去，关。过去，黑羽，好，
那我先删了。好难过啊。十十，终于有十了。十麻烦给我。三个石头，三个石头，好多。不同了没关系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要回应。然后我想一下，生日快乐。快点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我有可能会输。你绝对会输啊！不一定，真的不一定。我可以直接盖二阶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一定要升级的。除非你有那个村庄资源跟那边的资源合在一起的东西。很弱你。对，突然好想喝东西哦。嗯，换谁？还是换我？对不起。你是失忆了吗？快塞！我刚失忆了。坐台前。没有闪过来，我刚刚闪到十多。哦，那所以下次你没有干，我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。那你先做完再上。可是都没有稻草啊！你可以试个换一个东西啊。那等一下哦。因为你不能帮他，这是一个战争。这是一个战争。哎哎哎！这个战争你把它抢过来。没有，没有，不要损坏桌椅。桌游是。哎，这是好招，我学起来了。有没有变少？对啊，好像变少哎、欸。我本来就三张羊，可能变少。没有变少。四个换一个、喔。哎、欸，你这张我也学起来了。凯洛，你要跟我换吗？可是我想要稻草，你没有。我忘、哦、你要不要给我？我有。因为还有人说寿星请客。假赛。寿星请客。你可以用石头跟我换羊，我不介意。四张吧。我可以用三张羊跟你换一个石头都不成问题。好，好，好。我会想。石头又蛮好。现在做有石上的话，可以到。我觉得要不要一只羊一个稻草跟一个石头去赌一波？换一张。我没有，我刚才三。如果你有抽到，我可以。又是骑士。又好就用吧。世界都是骑士。骑士啊，骑士我是拿来干谁呢？黑羽是吃烟熏鲑鱼超土。好，就干他吧。嗯，黄色的，你要拿我的卡吗？对，因为只有你有我要的东西。他们在玩桌游。你抽得到？还有你的吧，他的也是。我抽的跟你一样啊。你要选吗？我的钱在想什么？我抽的是跟你一样，你抽我没用。啊，又是石头，那我再用石头拿去换东西好了。哇塞，石头最珍贵资源。哎、欸，我石头超多呢、欸。石头已经很多了。对啊。然后盖。哇，好不划算的，石头怎么可以只换一个木头？啊。好，盖一盖都盖。好了，盖。盖到你盖到这边的话，你都可以用三个。对啊，可是我在想啊。啊，你又不会盖，就盖了啦，怕什么？好了，盖盖盖。好，换你。哦，好。六，又是六，拿到稻草，两道草，比丁还没醒啊，他眼妆怎么变？然后，去那个，然后你要开始进里面，黑羽，我可以用羊跟你换石头吗？两只换一只好了，要不要？机会难得，送马为止，这次我是选你哦。然后我用三个石头跟两个稻草，然后升级我的城市。有升级。皮弟又不一样，他不是皮弟啊，他是土司。他不是皮弟，皮弟没那么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要换哪一个？砖头。我没有很砖头，你要用什么跟我换？稻草，成交，谢谢。还是其实我一张就可以跟你换。来不及，都拿一张，要两张。还要三张，然后我的回合应该，我想想，凯洛，我还没完，我要用两个稻草换一个，凯洛七换个砖头，所以我看没有，这是有差，因为我可以消耗你的卡，然后再加一个木头，然后换成一个道路。哎，这样最长的道路换了没有啊？我是六个。对，我的路还是快，好啊，好啊，是。
外稻草。两个稻草，其实第一个大家都知道。反正得到输了嘛，快点买 Clay， 你可以当我第三个干爹。两张，发展不利。对，两张发展，反正都要输了，随便玩。所以你要赌一波，对不对？原来是有人认错，还好有人认错。凯洛还边玩其他游戏边玩。他带过黑人。他玩的比我们屌。现在是两只狗轮到。哦，我懂。哇！真的假的？我先放着，结束这一局。感觉汪汪有可能反派哦。嗯。六十六，各位。哦，六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六十六怎么那么容易踩到六啊？哦，你不知道上一回合多夸张，这次好很多。真的，上一回合。反派表示不想浪费四连点都没带。还快没关系啊，到最后只会有一枚在我身上，因为外国还会抽成。不是0.5枚。没有，有一，有一，有一。带了一个足球。然后我的第三张。但现在还没。现在好危险。黑雨。叫他不要吵。得等一下。真是的。你的天赋不敢用，怕这张。还不会，之后会换。我刚原本只是想随便赌一波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赌得好玩，怎么可以？两八，真是黑。对啊，可是你要养啊，凯洛比较多，为什么你放他的？你们都差不多，也是吧？超时，黑也超时。几率爆低的嘞，大哥。他是大姐。凯西哥或姐都一样，男大姐，其他真六客家。我昨天吃其他蒸馏三个，他每次听到他是月音上升，月音上升，六上升，去灌铅是不是啊？三高潮，谢谢。过三只眼，那你要干嘛吗？你要换个？你还能干嘛？我可以换稻草，我想要用，测验我一下，换一个。想要用，不行，打没打，打没就好啦，干我打就就好啦，什么什么什么兽心，干你是怪兽，一个放开你的触手，好了，不闹了，就是这样，他闪了，闪了，就闪到六号，大姐，三九九，终于有九了，木头。九哦，那两个木头吗？不是木头，还有一只羊，一只羊，谢谢。妹妹，好，那我好像觉得好像。木砖草羊，木手不酸吗？然后，请给我一个砖头，谢谢。然后，砖头跟木头换，我换一个道路。他要把我道路牌拿走。然后我看一下木砖草药，木砖，那再给你砖头，谢谢。还有对七，还有七，还有七。所以还是现在有绕你的，还是你？哦，还是你。蛮不挺错的。都是六。木砖草。换个城市。现在凯若已经十分了。还没有。他把我围起来。十分啊！一、二、四，因为他现在有六。没有，那不是他的。哦，这是汪汪。三四五六八九。汪汪跟他同分啊，所以应该还是汪汪的。对啊，要超过。你再盖一个道路，就是了。哦，他拿到那张牌就是四六七八八分。哇塞，凯洛很会玩哦。还好啦。啊，我结束了，来，好换。嗯，我觉得我用不到那张卡。哦，哇，大炮摧毁了他的城镇，全部人民都要尖叫逃跑。不是九是这个，还有还好运气超差，还有鸭，我手机超差的，谢谢，不是普通手差，你知道吗？谢谢，好吧，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我这是一个砖头换两个东西吗？两个砖头换一个东西，那完全不划算。哦，有了订阅，谢谢，是谁？买块。哦，是买块。
嗨，买块，谢谢买块。你是干娘。干娘。怎么感觉？哦，干娘，干娘有点骂脏话，干妈啦。反正游戏都要结束，我就来乱玩一波。我要你们的羊跟你们的木头。嗯，全部的羊跟全部的木头吗？对。好，我抢到这张卡，而且还拿到两张。这张卡超强。我要好多。好多。我想一下，我把羊来做什么？你可以看你有没有盖道路啊，或者是村庄啊。羊不能盖道路啊。村庄可以啊，哦，村庄不行。一二三四。你可以换，你可以先换这个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排好多，我需要思考一下。因为他上次说我只定一下，你在靠腰。一二三，买块可以点。换一个石头。哦，那张好长。你会玩吗？然后我再换一个花球。还好，其实不复杂，还蛮简单。我就是没有赢，我就来闹的。不一定哎，说不定汪汪可以反败为胜。没有，不行，我的房子太少了。他现在只有两分之块了，真的还比我少。没有，我现在4分。对，对。然后木头，可以吗？打出一张骑士牌，我先看一下，我要攻谁好了。凯洛啦，我觉得凯洛。没有，凯洛就一张那个东西，我不需要它。嗯。也是啊。我都已经偷了，我就直接给你了。没东西偷了。那张卡其实很有用，假如你每一找资源都有的话，嗯，所以牌一直在手头上其实没有比较好，没有，而且牌也没有比较好，对，没有牌，对，所以是换一个石头，然后我再抽，哎，大姐，精神卡，我来看这次又玩到什么东西，立即。我要拿两个资源好，嗯，有羊跟石头，然后我再抽一张金牌。什么东西？我这张可以拿两张资源，然后呢，第二张金牌再拿羊跟石头。你可不可以？所以我现在想怎样给你两个石头？对，我现在是乱玩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，你给我一张，我刚给你了一个羊。那个稻草，我是要换一个进程卡，我是要换一个羊跟石头。他这个，然后这个可以换两个，所以他直接换两个。对，好，继续抽。你直接就可以。我想看这游戏到底什么。好，给我两个那个，哎，砖头。哇，すごいね。哦。结果什么都不能做。你可以捐献给我。然后我盖两个道路。最想到。你们慢慢加油，我拖延凯洛的时间。我觉得汪汪也可以，没有，我只是道路长，那没有用。但是我卡片好多，可以长整。可是我才三分呢。那是你弱。他是因为你雷。运气很差。七，打不到我。我可不可以拿一个新成就？是场面上用的都是最多进程卡的玩家。没有，来吧，你也没有中途投入。你要抽啊，要一直。没有啊，没抽，我抽的。那你抽我的，好，我洗一下牌。哎，我也可以。大吉，一个没牌，一个只有一张，一个只有两张，还不一样。好的，看你。哦。来吧。啊，还直接丢，还七。六啊，是哦，你得六。那就两个稻草。稻草，然后我可以抢，我可以抽吗？你要什么？六啊！哦，六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也是稻草，太想。哎，我什么都不能干嘛？我没有晋升，我跟你们玩。哎，绿茵好衰啊！干猫那里好丑。四五六七，还是七？哦，你要偷谁？我要偷谁？其实根本就是选听到是石头。那我偷你的好了。这个放了，放这个。放上吧，放上。完了，放上。别人整。好吗？我给你剪一下。好好好，来啊，帮你。好 ，OK 啦。公司。公司啊。你可以换一只羊，然后抽一张健身卡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换
我一张卡好玩，我放一张，放砖头。开什么？我都已经开台了，你还要我开这个？这个直播没关系啊。就这样子，我有点懒。我已经严重拖延了凯洛的进度，真的。战术对我来说没什么益处。我还要拿着，手分六到三张到，谢谢。还好，我觉得只要三到六，凯洛就有机会。真的。因为凯洛旁边有那个稻草，嗯，我还有稻草呢。稻草，我可以干嘛呢？好像也不能干嘛。有人想换吗？我，你想换？你没有东西可以换。两个砖头。哎，我今天看到有人玩牌，玩到没有牌。哦，这是稻草，四个稻草，哦，四个稻草，好多稻草，太夸张了，好像把稻草全部烧了。啊，我没有没有，我没东西，我只是路比较长，没有认真。我在想，我再把路刚带回来，捡了一圈，开始乱玩了。这是万里长城。因为昨天在听超多的密码，只是昨天晚上我真的没办法回。因为今天看到我第一个印象应该说，干，他真的有事吗？他是真的有生病的那种感觉。就感觉到你妈昨天帮你拍那张照片，好像是假的。可能那是真的，我真的昨天痛到哭出来。对啊，不要哭。为什么？蛋黄汁。换你。超级神队渣。是，哎呦，第一次是石头。又有石头了，谢谢。你怎么那么大力？我三个石头。耶，谢谢。三个。然后。你有然后。三、哦，七，你要把自己的牌消掉。一、二，那有几张？三、四。哦，哎，等等，我想一下。好，先这几张。然后你要五张，你要消五张。哦，对，是消五张。还有什么是垃圾的？这个是垃圾的，谢谢。然后我想一下，是六张吧，因为总共是十二张。六张，好，然后帮我把这四张换成石头。两个石头，对，换两个石头。好，算，出款。嗯，你们都吃，谢谢。然后我用三个石头，两个稻草，再盖一个，把一个升级成城市。哦，他九分了他。哎，凯洛要赢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九分。我要阻止他。这种阻止，打混又翻桌。好，我没牌了。没有牌品。超没有。翻桌。多少？七。又是七。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这次数字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那有关系。那个偷我的牌啦，好不好？偷我的牌。偷他家的石头。他那有稻草。我就稻草来给你。没有，我不缺稻草。六随便扫一下就有稻草，那你可以先放凯罗那里，嗯，先放我这里。你直接放他这拿个石头走，然后什么都拿不到，你一个资源都拿不到，你可以先放在那。你们怎么不刚才这边盖一个房子，我就可以拿点石头？啊？你怎么一个资源都没有？你要放三个？有我三个。所以刚才被清桌，在这里。被清桌，哦，看到。我想一下哦。你干嘛拿我东西？我还没洗耶。你不用洗啊，你可以先洗。他那也可以啊。嗯，我也可以哦。也没东西可以换。没有，爷爷家可以比德国地上冰，那边比较贵。烈了，你看稻草回来了。稻草，两个稻草。还有别人。有啊，有很多，还有狼人。哎，谢谢。这是六吗？相信狼人，你可以问他吗？德国狼人，这个是我的。狼人可以几个？那我们还是狼人，对，还是有啊，20。OK， 最多可以20，太多的人。最低通常要六。好的。买菜做了，你这里有病。可恶，我已经没办法吃到四了。你在期待四？再投一个，再投一个，七八九，加油！六，可恶！八，也可以啦，两个。我拿到羊了，两个。我发现我可以不需要整合就可以看到你的阵容。对啊，没事啊。哎，你有一只。
好，那是轮我了吗？你要做什么吗？应该要做不行，除非你要跟我换吗？我要自己养，跟你换一个稻草。欸，我给你换一张石头。稻草很需要。两个稻草换一张。好。然后那我要换那个道具牌。对。噔噔噔噔噔，道具牌。那有骑士了，下。耶，有骑士了，两分。然后我要再。哦，没有那个。那这个游戏的胜利条件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我要放什么。十分，总和分先拿到十分。哦。放这好了。你是红色吗？好，来，不要耍帅，你甩不了，我来，给我。就这样抽，就这样抽。不行啊，没有整个摊开。好，就这一张。好，你抽到什么？哎呀，是我需要的。你抽，是我需要的。还好你没抽到我的样。不会啊，这个也 OK 啊。其实刚刚那种情况下，我应该可以直接跟你说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。三，三在。你有一个木头。哦，是哦，山还有吗？还有山寨。你有我有两只羊。两只羊，谢谢。妹。都谁缺羊啊？你想要什么东西？我可以跟你换一个可爱的小石头。哎，你们是？我想要玩发展卡。哦，我可以考虑跟我换木头。木头。然后或者一个稻草之类的。因为我想玩发展卡，那我跟你换，一只羊换一个稻草。所以黑云现在是处于劣势还是优势？但是劣势。没有，我应该跟其他两个一样，多抽一点。没有，我现在才1、2、3、4、5，分，才五分。是啊，就是其他的八分。九有什么？我有木头。九的话，请给我四个木头，谢谢。然后还有一只羊。黑云被打爆。谢谢。托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我要继续来玩发展卡了。9, 请给我两张发展卡。1、2、3、4、5。请给我两张发展卡。九。凯伦九分嘛？对啊。没办法猜，没办法猜你。你给我两张。我现在顶多阻止你干。哎，骑士变他了。我要两张骑士。还有四张。我等一下，我要偷两次。哎，他这样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三四五，还有六分。我可以放在哪里比较好呢？谁缺什么东西？他们两个呢？我觉得凯洛啦，凯洛那么多。哦。那是什么要的标记分数？就是这个是。跟他有石头哎，这种比较大的房子，我没有。没关系，我先偷你一次。然后他是九，因为发展卡只有一层。几率比较高，三分之一而已。那怎么赢？你的。哦，中了。没有，那是盖东西。然后。好啊。那个。你愿意把你的稻草给我吗？稻草给你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要偷你的卡。不方便了，还是用抽的好。哇，你们也太有礼貌了！你们是不是怎样？不好意思，你愿意把你的稻草给我吗？等一下，我就想一下，凯洛是黄色的。你们太有礼貌了。然后，而且第二个人不是说不要，他是说凯洛，我们做一个交易好不好？不太方便。如果你愿意直接把稻草给我，就不放这里。成交。哦，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居然这样，我换了放这吗？不行，要不行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可以换别的地方讲。不换了。我还可以再交易。我想一下，因为他一定要放一个地方，而且一定要是你的，不然他没办法抢。那你可以放三吗？好，我放三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又一个稻草。一退一进啊！哇塞！哇塞！交易太交易了吧？哇！再换一个稻草起来哎。没有，我在跟他抽。你们刚刚超有礼貌，你说我是拿一张骑士。你说我可以放你的，然后你放屁给我拿，然后他说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太放屁。哇塞，你也太有礼貌了。你现在把它摊出来，我看你怎么。好不容易。对啊，这超有礼貌。没有，他们已经是外交关系，然后是那种就是那种。怎么都没办法跟人家建交呢？我都是被他们，他们都太没礼貌了。什么没礼貌？啊，没礼貌。刚刚这两人抽过了，我们要平均一下。那个，黑羽，那个会弄到我自己的。对啊，不要弄我啦，我那么少，你不会放凯洛？好了，对你好一点，我放一个三啊，反正三就三到了。对，三就三。来给我抽，还说你要选一张给我之类的。我不管，我跟你稻草或羊，你想要哪一个？我想要给你树。好，那我们抽的。已经把这游戏往另一个地方玩，对，真的，
我这已经胜利为什么胜利了？哇，跟我一样，真的是一样。好多青瓷，好恶心啊！三倍，难得，甚至有三，我原本想到不会有三，没有，我有，只是被遮住了，看到了，干干，哇，四五五，一二三四，谢谢，哇塞，还有两个，谢谢，两个，凯洛，你要跟我换一只羊吗？等一下，我在忙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今天什么东西？好，不行，我们好多到了。可是你等下可以换掉，我不能换、啊。哦，用那个换。懂你，你懂我意思啊？要不要？就可以换一个，换一个好。因为刚好，你是你要木头换了什么？你要换羊而已。啊，一只吗？对，一只。那我成交啊，好来。我们班场面上没有石头了，好无聊。对啊，我也没有石头，我也没有石头是这样的。对啊，换你吧，凯洛。我冷吗？已经变成领游戏。七，那我要先丢四张。好累啊！不止四张，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，十七除以八，八对算八九，八算八没有八，不我说扣九，对啊我扣九张。不用扣八张，扣八张就好了，八张对啊，因为是那个除以二是你的，我插进水去，一二三。所以没关系。四六七。哎、欸，你这里有线条，拉掉会不会你全部爆晕？你都是被你自己害死、欸，都是你自己踢，然后就死。真的。没有，他不是，他之后原本都顺顺的，但是我一抽精神卡之后就开始乱掉了。可以帮我吗？等一下，然后是缺石头。等一下，那我就先用。四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吧。其实我已经赢了，真假的？对，哦、还要再造一个呢，他再一个，再升级就好。对啊，好可惜，不能拆房子。对啊，不能拆房子，这一点真的蛮可惜。哎、欸，我没有那个城镇卡了，我没有城镇的模型啊。哎、欸，真的？哎呦，这要怎么办？拿伞。你要再盖一个村庄？没有吧？这规则不是这样子的吧？不是吗？哎、欸，对、欸，村庄。对啊。他有没有写啊？他没有城镇限定四个吧？官方是不是没有想到会有人抽出五个城镇？老皮老皮啊，不是啊，因为有五个城镇的话，他就必定赢了、啊，所以他就没有放第五个、啊。也是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就直接建造一个，就不用再放了，你就赢了。然后我们先假设你。好吧。对啊，就一个，你就以一个这个。因为多放第五个城镇没有意义啊。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盖起来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子好了。好，游戏结束，凯洛赢了，凯洛赢了，耶！哎，太夸张了，哎，赢的超猛的。但我在心，我在心理上已经胜利了。这个心理上，好好好，好好。凯洛，对，没有，我觉得不是我太弱，我觉得是我运气真的太差了。我觉得是我选的号码太差了。对啊，选号码又号码真的差，还是因为风水坐在他旁边。嗯、你放屁啊！那时候你没说风光，为什么？因为风向不对啊。我们其实订列的好运哎、欸，拿到一堆奇怪的。丞相起风了。没有啊，其实我就是想拖延凯洛，看会不会有其他的冠军产生。那个盒子在我们这边，刚刚那个装塑胶，嗯，对，塑胶，细胶，放细胶的塑胶水袋。我玩另外一款嘛，所以这一场有凯洛赢，那凯洛你要参加下一场桌游，桌游，然后就跟其他三个人玩不同的游戏。哦，好，我们可以去先休息一下，下来我买个饮料之类的。下一场应该是今天一人愿意带主题。有，本节目以后听热宝赞助，我都会发出不必挖的话。不要那个巴拉巴拉。黑雨吗？黑雨，你今天有要教练吗？披萨上车。黑雨。披萨会吧，晚一点。可以。你饿了吗？黑雨。这样。看我。生日快乐。你要送那个防身器，他不是。就是刚刚那个。
上的嘴唇。再看我一次。好亮。看我。感觉像在。不要。生日快乐。闪到我了。哎、欸。好玩的这个。我被吓掉了。应该买一支电击棒送。买电击棒送给他，他可能会乱电人，然后他就变真的雷雨了。你们要玩什么？下一场凯洛，然后月影吐司边野。嗯，那这是什么？月影。那凯洛，你们选一款游戏吧。我不知道哎。What the hell？ 那边不是这样玩。选一款吧。换你们，我对游戏都不熟。本节目由宝蛋播出。哇，好亮！你看一下那边，超狂！你看一下那荧幕，哦，真的，看差好多。哦，这个是还蛮特别的，就是有泡泡。你最近叫我设计师啊？这个，可是这个不能画太像。不能画太像，让大家觉得你们就有机会赢。干嘛？要嘛，中餐有，还有狼人，对，还有妙语说出来，妙语说出来也是类似，就是他是说不出来，不是说，这很像那个薯片方法，用头发，可是说出来没有说，说出来出不来，可是你可以看，这个 sorry， 这个比赛用，我想说我后面没，你要这个。台湾男孩不是。有没有比啊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那你坐那边，我就坐这里。哦，办公室吗？那就边沿坐这里。凯洛，你玩这款游戏吗？很久很久以前玩过一次。那月英会玩吗？我玩过。有蚊子耶。怎么不买个电蚊香？这个就是啊。我先帮你把礼物放到旁边。啊，那这是送我的，不然呢？你不想要的话，我想要哎。为什么？我说你很喜欢奇怪的东西，这也蛮奇怪的东西。那你走夜路的时候就可以棒打色狼。看，这太奇怪了。你看，这又可以打人，可以棒打色，然后又可以开灯，而且灯还可以放大缩小。就是每个人选一种颜色。你知道这是这种像 Alan Wake 里面那个灯，这样的话，是猫你也可以在家。嗯，这个六个，可是桌子呢？桌子够，因为他用的其实没有那么多，只要有椅子够。所以说，猫乐也可以来。好哇、啊，来啊，好哇、啊。我没有。哎，卡洛，我们要不要下去再买盒子？还是说你还没喝完？来，我们刚喝完。每个人选一种颜色的特质。等一下要开始的话。然后你想哦对，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绿色你就拿绿色。绿色的。哎，我下去买个东西喝。等一下再上来就好。好。还吃我的饼干，我带饼干来。然后你要选什么？我。帮你在上面带。对，我钱包放的。耶。哎，好可爱的水獭哦。然后，那可能是情趣用品。当然像情趣用品了，这不是像啊，那就是根本就是情趣用品，好不好？黑羽，那个黑羽，你是再多一张。哦好，然后这样子可以去呢，就跟那个阿勇一样，松鼠嘛。好，这个比较好吃，我吃这个。好。那你像刚才说你赢的箱子是手电筒，然后信号弹、闪光灯。我还在想，到时候先玩完信号灯再说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黑是有拯救有桌游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嘛，就打到最后。等一下打到最后。哎，你看那边，等一下。那这场应该就是对，这场赢了就赢。哦。黑羽继续打。哎，你看那边。好。你可以边顾台边讲规则，我们都听得到。好，那我边顾台。扣分。哎，就很像 Alan Wake 里面激光，那我拿白色，哎，不是黄色，哦对，我放在这里。好啦，那这款游戏很简单。我的。这款游戏就是说，首先就是每个人先选一种颜色的兔子，然后从零开始。从零开始。对，然后。然后每回合，为什么只有我是松鼠？每个人先拿六个，不在了。不是啦，这就是松鼠啦。你看烦。
反了，他放反了，松鼠啦，他是兔子。你们看这怎么看就是松鼠啊，观众在松鼠。啊，不然你说鸭子好了。松鼠跟鸭子。每个人拿六张牌。拿了。拿这个。这个。谢谢。每个人拿六张牌。然后首先有一第一回合就每一回合会有一个说书人轮流当，那第一回合就由凯洛开始当。又是我，好吧？因为你在哪？哎、欸，你们都是小屁孩。然后凯洛，你要你只能自己看你的牌，你就说屁孩。凯洛，你只能自己看你的牌。哦，然后你就说就是，例如像你看你的牌，然后说出一个故事，就是其中一张牌你选。啊、不是讲一句话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啊，讲一个故事或说一句话这样。然后其他人要根据凯洛的故事选出跟他的故事很像的牌，然后并且出出来，可是都要盖着。然后最后凯洛就洗牌，然后最后再一个一个把它翻出来给大家看这样。然后所有人要猜出就是凯洛的牌是哪一个。哎，那我这边是全部牌都摊开来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是因为我记得有好几个混摇嘛。啊、哦，因为就是他们会把牌出出来给你，然后你最好把它洗一洗，然后摊开给大家看。哦。太丰富了。对，气氛比较好。然后摊开来，所有人要猜凯洛的牌，他讲那张牌是什么？对，都是有点错。对啊，对。所有人要讲凯洛牌，就是要猜凯洛牌是什么。然后凯洛牌是什么，你就拿这个，这个去放在凯，就是你们想要猜的那就投票。对，投票。就是啊，因为他放是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想猜第几张的话，你就是把它盖起来这样。大概是这样，然后你不要让别人知道，就是你猜的是哪一种。然后计分的方法就是说，所以这个数字也是要盖起来。如果你们所有人都猜对，猜的时候先放。如果你们所有人都猜对凯洛的牌的话，凯洛的话就是他没有得到任何分数，因为所有人都猜到，然后每个人得两分。然后这个要干嘛的？哦，然后假如说。假如说你们全部人就是有人猜对凯洛牌，有人没猜对凯洛牌，就是被猜，干这要直接实际玩一轮。只要凯洛牌有被猜到以后，可是不是说我都猜到了？这有六张，这有六张，比如说凯洛是这张，对啊。然后如果我们全部人都选这张的话，他们有分，然后我们每个人得两分。对。如果说有人选到这张，还有人选到其他的话。凯洛得三分，这样。然后可是他本身有三分，然后这张对啊，看是谁的，对，然后那个人得两分，对。然后如果全部人都没有选到凯洛这一张的话，就还是五分。只要有一个这个，他就两分，两个就四分。还是找衣服两个四分。就是哦，对，就两个四分的意思。对。然后得分就是往前进的意思。就比如说啊。啊，我知道怎么解释。不如说两张牌再放这个猜错还是错？这个人出这张牌的人可以得。等一下，假如这个是凯洛的，鹰野、普斯，然后猫乐、波尼跟月影这样。然后凯洛是出这一张，然后你们所有人都猜对他的牌的话，凯洛就没有分数。然后你们两，你们每个人两分这样。那假如凯洛的有，可能凯洛有被猜中，可是有人猜这一张就是。一也可以得两分，然后凯洛可以得三分。没有吧？我看一下。都三分。哦，都三分，就是哦，一也三分，然后凯洛也三分，对。就是猜错还可以两个人都拿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有人猜到一也的，代表说一也很会掰。很会掰，掰的。你说混脑？对，就是混脑的意思。那这个？哦，没有，这个就只是就一二，一二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，你看。然后我们要先，因为我不能招别人。他想要选，因为这样会有类似奇怪效果。你就觉得别人出一哦，没有，哦，讲错了。如果是其他的话是一分，不是三分。对，这是一分。一分对，对，再来一分。哦，只有单回合是最高分数，然后其他是零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我先讲完那句话以后，然后大家把最上的丢出来，丢出来，然后用来混摇试听，然后你再洗一洗，然后因为你知道你是出来的，对，我知道。然后我这个凯洛不能猜的，当然不能猜，然后不能猜啊，就是给别人猜的，对。大概是这样。
好，那我先哦。那题目是你要打三太极，你走错赛道了。你说我要打哪？我要参赛。你再讲一次。走错赛道了。走错赛道。对，然后把就是比较接近的，然后丢到中间来。一二三四，然后等一下我来洗这样。还没。好。那都出完了吗？好。你来洗。洪太烈很期待。太黑云，看看到。所以几号？白几号？加入没关系。好，这个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。你要加？对。然后大家把觉得的数字，然后贴在上面。不是贴上，先放在。先盖在。先盖在地上。这些数字有关系吗？是你要投，你觉得是你要投，然后要先改。你可以投自己哦，自费。不可以投自己吧？可以。为什么他们都会先拉呢？那这样自费就好了。可以自费啊，自费只有一分。上面来，上面来。所以如果投六分，我投66分这样吗？不是，那是选，你要选哪一张是凯洛的，那个数字代表是第几张。所以如果他你要对，然后我要选第二张，我就盖二。对，然后就盖在前面，不能让人家看到。OK 哦。Hello。我昨天会看得到我吗？哎、欸，都盖了吗？哦，都盖完了。盖了。然后都三二。三。三是二。四。三是二。对，三是二。对，三是二。很接近啊，因为他后面是那个赛、车跑道。哎、欸，好棒啊！然后猜到，有猜到就对了。对，我猜到他的盘，我的三分，他也的三分。对，我桌子。对，我的松鼠嘞。所以猜错得一分这样。对，然后这张是谁的？我的，我不知道。这张你的，所以你得两分。你是？我是蓝色，没地方。得两分，然后这张是我的，我也得。哎、欸，那我需要再抽牌吗？不用，结束回合以后。每一回合补到六张。哦。所以现在大家再抽一张。所以那我们猜错就没有分数，猜错没有分。对。有一人，然后大家丢。谢谢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然后就顺时针换到下一个。好哦，好痛。这回合还不算吗？这只是练习。这是练习还是正式来？先练习一场，好，先练习一场。啊，那我随便打了。好，我也随便打。你随便打。然后这一局大家就说，哦，我好烂的，然后下一局通心机。我第一次玩这游戏之后，我全胜。啊，这样啊？为什么？我全胜，第一次玩这游戏。这么嗨？全胜，太夸张了。就直接第一个。哎、欸，哦，为什么要到五？因为有两个人猜我，然后我猜你、啊。然后有人猜我，哦，对。我在想要不要先把这放箱子。要等蓝烟纸，这箱子。不用吧，放着。因为我要放电脑，要做影片简介。我把它搬到后面去好了。可以啊。咦，这。有。还有，椅子后面有东西吗？哦，没有，可以放仓库。不要放那里，等下那里会很脏。可以。仓库。哦，这。谢谢啦。然后阿燕你要出一张，然后讲个题目。阿凯洛。你在叫一叫。你不能吃啊。干嘛？我传一张照片给你。哦、好。练习而已啊，随便。欢迎。然后你。练习而已，随便说一个。垃圾桶。天哪，垃圾桶。有这样很白痴的照片，好，让我干干。你说、哦，我看起来好痛苦啊、哦！看你要不要剖文？天啊！好，晚点再剖。天啊！
我都不知道我刚刚有这样。要暗夜洗牌。终于有很符合的牌。就看运气啊。太水。谢谢啊，生日快乐！我点名又不能看。认识同。黑羽，生日快乐！你要讲几次？你现在跟我讲了几次了？不知道。我是这张，完全不能得两分。
全部人得两分。先转一个，对，全部我先来吧。哎，我竟然破断了，这是我情况下破断。蓝色没有。哦，这个没有。我是蓝色。现在是这种地情况下破断。对，然后这张我的三分。哦天啊，你好强啊！太猛了。这个是谁的？我的。谁现在目前正在？其实你们是听到原因，要说狼人故事。这个是风雨太阳。这是谁的？这是我的，我的，你是。你们可以不用那么明显吗？你看在那个一点，就像有个敌人在看下面这样的感觉。我讲很不明显，讲你所欲言。超有抽中吗？没有抽中。顺利。因为他刚讲了狼人，然后他出了狼。如果我刚讲风雨太阳的话，可能会有顺利。这游戏也是讲。重点，可是你这样描述你自己。黑雨，重点是我从来没猜对过，然后我还有两分嘞。刚刚十二还是十三？十三少。十二、十三、十三、十三，对。好，现在猫乐的回合。目前在花莲县。不是完全不知道讲什么，就随便看你的卡牌符合什么，你想要说单字啊，就丢出来。不然就讲一个故事啊，帮他编一个故事。比如说单字都讲不出来，还要讲。比如说黑雨是大色狼，然后你就丢一张牌出去。在花莲，在他花莲，要火费。15。我要弃牌。小鸡，那是小鸡。把自己不好吃的故事吃掉。小鸡耶！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足够。看，这是我今年收获最特殊的礼物，这真的很像情趣用品。哎，那就是他，那就是情趣用品。真假的？哇！那人家最底下已经还是最……那怎么是方形的？因为它好像是拳头那样。那拳头？是吗？所以自己不能。不是中文是秃子吗？你要放号码上去。把自己的号码压在这上面，让我们一二三四放上。就像我们刚刚，你刚是不是看一眼？然后我们才知道哪一张是什么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好狂哦！哎，好，已经开始。好像大家都弃牌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年收到的其中一项生日礼物。食物吗？食物。好，大家都弃牌。这是我今年收到的生日礼物，风色的手电筒，然后还有狼牙棒，还有狼牙棒功能。狼牙棒防身用的吗？它好像是防身用的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情趣用品。等一下，蛮快的。以前不是有一个影片什么要用手摇的，好像手摇的手电筒。这个旋转回去就好了。你要是比较对，叫买快送乐给你。用手摇的手电筒，对啊，用手摇充电，就是人力充电的，对啊。好了，开吧。好啦，预备。太废物帮你，有人猜对耶。太原因，太小鸡。为什么？我被你们说太。猪心了，食物吗？是食物吗？还有成这张谁的？你的，你什么颜色？粉色。哦、现在家有人猜我的，我的三分，是我两分，好开心哦！可是我还是最晕，晕是白的，晕怎么那么高？晕太猛了。来，大家回收了。确定这局又是自肥是吗？我没有自肥啊。这局是练习，对啊，还好是练习。没关系啊，大家。真的很强。我晚上会，我一定不会输你，我跟你讲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妈小心有开台哦。没关系，我有保护。好，有事先预防万一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你要我的。哎，说一下，数一下，你好一点。一二三，好有啊。哎，昨天超严重的。对，我想说你是怕打针才在哭。哦，不是，昨天是哭到哭出来。不是怕打针在哭。是因为我哭了，我眼泪一直流。昨天是怕没有，昨天我吐到他打针我都没感觉，因为我全身都麻掉了。肠胃型的那个。他说是急性肠胃炎。肠胃型的感冒啊。对啊。好。我帮你也感冒。
没有，他不是鱼，他不是鱼吗？他是皮吗？鱼吗？鱼吗？对啊，因为昨天他们说，因为我妈po文，然后他们以为是鱼妈。到现场关心。自从念念来之后，念念没停下来。是我错，也没有努力。努力。生气宝贝。
要不换一个？你们怎么都聚在那边、啊？这边。开趴。你被排挤了。你要说什么？然后就排挤。就排挤。Oh my god！ 就排挤。就排挤你。排挤他。排挤海洛。哎、欸。排挤寿星。排挤。排挤比比尔。天宇明天生日，我是明天生日，我前几天生日，生日快乐，我上个月生日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，打散，天宇生日快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讲了 N 遍了，谢谢，天宇，靠，每张都排挤哦，哎，天宇，因为什么？排挤呀，排挤啊，太平吗？我把它放置好，我能吃吗？啊，好龙不会。好啦，开始请投票。哦，嘿。排挤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排挤他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觉得是。你又觉得了？我觉得了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用那么觉得了。真的真的。哎、欸，可是烟叶假如太容易猜的话，我不管，不要被排挤。可能其他人有，可大家都有很像。这些讲座。说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！哎、欸，真假的，我中了哎、欸！可是这里没分数啊，这样子没分数，那就每个人加两分。太那个了，因为天野的太明显。可是这个也蛮排挤的，不过可是这个太，好吧，这个还没动过，太明显。不是，不是，这个应该叫脾气。海洛。这场玩应该还有一场，我们一起买的那个。那个谁？说茶，就是汤。哦，汤刚是放桌上。哦，放厨房。我们放厨房。放冰箱。放铁板烧。铁板烧。刚刚好，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真假的？天啊。对。是啊，刚刚好。一跟二是不是可以混在一起玩？可以，一个可以，因为他没有，他不是二，他是他还有补充包，他补充包有六五个，哦，有五种，有到六，有到七种，这我不确定，我有时候看是有五个，哦，我记得有到六，看 B N 就好了，我记得有到六，我记得有啊，出题了，嗯。出题啦！然后再来个什么伊索比亚？伊索比亚，伊索比亚是什么？伊索比亚是什么名字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地名。那就出伊索比亚，出安土香。是那个叫伊索比亚。格林带来安土香吗？你们至少追上了吗？莎士比亚，莎士比亚，好吧，莎士比亚，你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要是莎士比亚，装不见了，太难了吧？哎，对，他刚有出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刚刚还在说那个，他不是那个房间嘞？莎士比亚是谁？哦，我不知道。你这样说很多话，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对，是他写的，就是各种戏剧，经典戏剧的吗？经典戏剧，有时候在哪？跟生死有关的。哦，我的问题不见了。爱情超混乱的，超混乱的。天，这什么是吃的呢？不是，你要吃桌，你要吃下面有东西吃，你要把这个吃掉。我想吃正常。哦，感觉好难哦。我觉得有一张牌有点太重了吧？杀死你！老兵会玩副老师枪。对啊。我会啊。他会啊，他叫我们啊。很简单吗？老米超快的。他什么类型的？我能不能猜莎士比亚？也是三分啊，莎士比亚谁？五个啦。说错了，有六个。六的。六对。好了。对六。好难啊！投票。真的说不准。他很多，超多，他超多，他六个总概。对。对。夸张。夸张。这一题题目是什么？莎士比亚。哎呦，结果嘞？六，六，为什么？有人猜我的。对啊，有两猜。面具啊，演戏的猜，戴那个猜猫了。哦，谁知道？天啊！这张是，这不是自肥啦。
好气耶！要猜自己，包了的哥，包了猜自己的，可以没关系，可以自本，可以自本。哎，我的有加。你的一二三，好，结束。耶！我第二名，我赢了。太可怕！你看这个分数差，这个太，跟我同分，太夸张。谁跟我同分？那是松鼠。松鼠，是我。其实他说就是兔子，啊，是松鼠啦，哎，是松鼠，是兔子啦，松鼠啊，没有人讲他是兔子啊，我不能讲他是鸭子哦。你看我是在水上的啊，你们都是这些小兔仔，小兔仔。他会过河吗？会漂河吗？漂漂移吗？所以呢，正式来是吗？对，好的。这一场算正式，除非你们想换游戏。正式来吧，好，正式来，就这一场正式了。还要再来？对吧？还是输啊？除非还是你不想要礼物，还是输。我要，要礼物。我要，我也要。拼拼看。哎，不要把我要刀压，这样会脑充血。管你的。他这样会脑充血。管你的。他死掉怎么办？管你的，不会死啊。死了就跳河了。死了就跳河。哎，我能不能从这边开始？哎，我要从这边开始。你分数是六张还是五张？六张。你要进去从三十块钱要到多少？哦。没有。哈哈。为什么刚才好像？因为牌出完了。最好牌出完了。啊，我前面。我们这边有人没露脸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我没有。没有啊，你在屁啊！你在屁啊！哎，凯洛，凯洛没有露，我不能露脸。对你有露啊，你在这样子露光了。我不能露了，他偷拍我啊！安安安安，刚才刚才，傅老师挺好玩。我拿下一个，我拍黑羽。好了，请陶乐请。等一下。头转过来。这个游戏到底是要人家猜到，不要让人家猜到？都要，都要。就是违反微妙的。矛盾感。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少了。为什么我有一半以上是刚刚拿过的？对。因为我们刚刚出到晚，我们刚刚是出到晚结束。好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大部分还都要看。嗯。啊，我牛。越狱的架势好大。我看到，我有你的遗属域。跨越，跨越，跨越生死，跨越。嗯，好多东西。跨越，哪一个月？越过的月。越南大战的月。我要请三枪。天啊！什么东西在跨越啊？好难哦。寓意好深厚。对啊。寓意好深厚。我们都没有人想用说故事的方式。好了好了，现在那说故事开始，等一下开始。没有没有，我是想问有没有人可以。或你想要听故事，从前从前有个小朋友。从前从前有个 BB 二，在生日那一天啊。没有，是前一天。一样的悲惨，每年生日都要入。老师应该照顺序吧。那个比较好玩，有。还要学古阿莫讲认识的那种语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古阿莫。我是古阿莫，今天要讲。各位大家好，是星期天。老天，你要选。哎，今天怎么来了？好吧，我选他，因为他看起来最屌。丢花鱼，丢花鱼，丢正丢丢，哇丢丢丢丢。预备喽，好了吗？翻牌，来吧！你说那有分？加两分。你是觉得每个都放弃了吗？这边一个先跨越，除了黄色以外，不是大家都放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真正的排挤，这是真正的排挤。刚刚应该就是这样，全心一起拿一起落地。叫真正的排挤。来，波你讲故事。我试试。
讲故事喽。我叫他唱那个，我家门前的香，我后面有三伯。从前从前，一个女孩觉得她很努力，可是她还不够努力。你好呛哦！你怎么这样讲别人啊？人生攻击。简单一句话，努力。人生攻击。人生攻击。我在讲他的故事，不要吵。你攻击他？没有，我在鼓励他。请问这款桌游是什么？这款桌游叫做《妙语说书人》啊。本节目由天宝。对，刚淘宝。你要打广告？淘宝是谁？要问他。天宝。刚题目什么？天鹅堡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很努力，可是她不够努力。哦哦，我以为你刚刚只是开玩笑的。好，你也弃牌。在台面上覆盖一张牌。弃牌，在台面上覆盖一张牌。在台面上洗牌。在台面上再覆盖六张牌。然后再转为。我启动这张卡。转为守备状态。转为守备状态。结束这回合。其实数字随便放就可以了。对，没有多一方数，是的。佩宇，怎样？你是说文章内容一样吗？其实都可以随便你。好，随便啊。那我直接说 D B 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开吧。可以。生日快乐，还可以嘞。网址你可以附在留言区，不用。哎，也有人猜中我的。啊，这个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的是这个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上面有人走路，然后赵伟都走音了，所以他不够努力。我也觉得是这样。红色是的，然后或者再加上的。那为什么他不够？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看不出来，女的。可是他看起来很忧郁。啊，他搞不好是故意表演那个风格啊。说明他是表演得很好。我想要说他够努力。脱颖而出。所以有人猜中他的，他就得三分。一个一分。一个一分，耶！说不定反击了。天啊！看一看，太强了。真的，你们感觉在心灵上有交集？心有灵犀。对，不一定。联盟啊！只要不是凯若赢，我都有机会拿赢。天啊！我直接抢，我一定要赢。潘越赢了。那黑羽，我要帮你分享吗？还是多新贴一篇文章？你可以新贴。啊。你可以注明晚上有抽奖，欢迎各位来抽。因为我不想那么容易就送出去，你看。哎，三四本，好。说故事，说故事，我不会说故事。讲单字。来吧。那就动物园好。突然就起来了。动物园。天啊。